抗拒人参的安瓶。人参提取物其实是防止我们皮肤脱水，帮助我们锁水补水的。跟住另外仲可以抑制个黑色素啦，即系美白啦。跟住仲有一个深层清洁我哋皮肤入边嗰啲油脂同埋啲污垢。跟住另外仲有一个叫做红参，红参嘅提取物咧，帮我哋咧活化我哋嗰啲细胞。咁啊，抑制住我哋嗰啲黑色素嘅母细胞之外咧，咁呢个咧就加速我哋嘅新陈代谢，快啲排走啲黑色素。咁另外仲有一个叫做地黄嘅提取物，系可以帮我哋咧美白焕肤。首先咧，你系将佢嗰个安瓶咧搽少少落块面度先，打底搽一浸先。剩低嘅 mix 埋一齐，连埋个红酒嗰个驻氧 gel 之后咧，佢会有一个好靓嘅化学作用，帮我哋去纹同埋去斑，肤色咧系会变得通透啲嘅呢个。咁呢一个咧，韩国人参嘅一个安瓶嚟嘅，仲有咩咧？12种嘅纯天然嘅呢一个植物提取，剩低有少少咧，你就唔好嘥咗啦。如果你攞嚟搽咧，你就早晚搽。咁你做完之后，块面系好通透嘅，晶莹剔透。